首《恭喜恭喜》春节神曲，超有过年气氛。但创作由来和春节毫无关系，而是为了庆祝对日抗战胜利。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裕仁天皇透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，宣布日军战败投降。抗战结束当晚，有歌仙美誉的音乐人陈歌辛写了《迎战士》，成为第一首凯旋歌曲。1946年抗日胜利后，第一个农历春节，陈歌辛在上海以笔名庆余写下《恭喜恭喜》这首歌，描述军民经历战争磨难，终于苦尽甘来迎接胜利，彼此道个恭喜。透过姚敏、姚丽两兄妹歌声，在过年期间放送，喜气的歌词朗朗上口，至今已传唱72年，成为春节华人必播贺岁神曲。恭喜恭喜恭喜你呀、啊！恭喜恭喜恭喜你！